雪碧，很高兴来到这边可以看到大家。Hello。我酒品超好的，因为我喝酒以后都只会睡觉而已，而且我不会让自己在外面喝太醉的。就女生喝很香，然后内裤夹在那个屁股那边，就整个屁股都露出来，要不然就吐的到处都是，然后不然就是整个就是衣服都胸部都快跑出来了吧。装作没事，然后把它拉回来，就这样子，不然尖叫的话会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就是装作没事这样拉回来。绝对不要给我穿紧身的，因为形状露出来我会觉得很丑。对，这样我没有幻想的空间了。怎么做？我觉得就。不要太那种阳春的那一种吧，我觉得他如果想要来认识我的话，不要说，绝对不要说什么小姐我想跟你做朋友，或者是你好漂亮我可以认识你吗，这些都很 NG， 因为我每天都在听有点腻。可是我也不知道说，我觉得看诚意吧，如果你够有诚意的话，我就会跟你做朋友了。我已经第二次参加捷克论坛的活动，我觉得他们活动都办得很好，然后人也都很好，多多支持捷克论坛，还有雪碧我。